咁咧 ，Galaxy Note 10咧就喺呢個拍片度咧加咗呢個 Live Focus Video 功能。咁就最主要就係利用鏡頭啦，去喺拍片嗰時候做咗一個淺景深大光圈嘅效果，咁啊令到主題更突出啦。咁而家我手頭上咧呢部咧就係 Galaxy Note 10，咁啊開咗呢個 Live Focus Video 功能啦。咁其實你睇到咧，而家咧就可以將我拍攝呢個人嗰個主題咧就突出啲嘅，咁啊可能個效果咧就要係啦，個效果咧可能要認到塊面咧就比較會清楚一啲，咁啊亦都認到塊面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嘅啟動嗰個成功咧就係高啲啊！始終咧佢呢個功能咧都係俾你去拍一個人像嘅影片嘅時候咧，可以嗰個效果咧更突出咁樣嘅。咁啊，除咗普通嘅大光圈嘅功能之外咧，其實咧就有幾種唔同嘅功能啦。譬如呢、這個可能係呢個啦，咁啊點咗其實咧如果認到之後咧就嗱係啦，咁啊側邊嘅背景嘅顏色咧就會飛歐咗，咁啊剩翻主體呢個有顏色。咁啊另外呢個 glitch 嘅功能咧就會係加咗一啲呢個譬如走色嘅效果啊，或者一啲color noise 效果啊，令到拍出嚟嘅片咧就會特別好多嘅。